好，我们现在直接来抽美好世界。那因为这个音乐有版权的问题，所以我用其他音乐，其他音乐来代替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直接开始抽哦。感应水晶，那几率的部分，跟之前的合作系列都是一样哦，1%、4.5%、4.5%这样。那其他就是18%。好，来抽。音乐有版权的问题，所以请见谅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大奖的话是什么动画？因为我每次都是只有剩下最后一张才抽到1%大奖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好一点？啊，这个是为之小奖，我在想大奖的动画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二抽，我 i7 啊。大奖是金边哦，哦，那所以这一个应该也是一般的，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抽卡动画有点太久了，对不对？拖西干，这是小奖啊，这是主角嘛，对不对？何真，鬼畜小偷，这什么名字？鬼畜怎么很像在某片里面会看到的标题？在这个也是小奖，如果说是新手或者是回锅的玩家，一定可以抽这一次的卡，因为它就是像拳皇那样子哦，可以自成一对的，可以自成一对。这啥？哦，小奖，克里斯。那这到底怎样是大奖啊？那还没抽到大奖，不知道动画到底长怎样。不过目前还没有重复的，那刚讲完就重复了。克里斯几抽了？1、2、3、4抽了吧？第五抽，看个语音哦，好，全都是小奖哎，怎么那么惨啊？为之。这是第五抽吧，我看一下。对，再来第六了，第六抽。第六抽。大家累个啊。第七抽。哎，抽到大奖的特效，我现在也还没看不出来出来，好像都是小奖，好惨！我等一下大奖会连发，我跟你讲。现在有保底啊，现在有保底哦。这抽卡脱台前呢？而且我因为我没看过他原作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抽卡特效跟原作有什么关系。干，这张一定是就是所谓的地雷，所谓的肥婆。安安，哎，一张大奖都没有哎，每次抽卡都这样子，所以小。哎、欸，靠北，这也是小奖啊。不过这个是必要的啦，这个是配那个阿克雅用的。再来，第几抽啦？我都忘记了。我看今天可能也是要抽到35了。哎，每次都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不过今天居然没有警六，哎，奇怪，你们有警六吗？是不是过气了？没有警六哎。
有啊？为什么我没有？奇怪，我没有哎、欸。哦，小奖已经全抽齐了，就差大奖了。那云云的话，我觉得他是可以玩复制人的。有 bug， 八龙没智商。bug 现在啊，八龙现在还有人在玩吗？没差吧？反正新卡出来，大家应该都会玩新卡。靠！一张大奖都抽不到，负面工伤，这负面超负面。几抽了啊？干，十几抽了，一张大奖都没有。这张是超最多的嘞，克里斯最多。官方直播第一抽大奖啊！这是他们可以自己弄的吧？可以自己那个啊，调啊，感觉好像很好抽，然后大家就开始狂抽，狂出纸，然后结果就跟我一样，每一抽都是克利斯，20次。我抽好快，我抽到现在一张大奖都没有哎、欸，什么4.5%啊？什么4.5%？我已经抽了快20抽了、欸，快20抽了。照理来说，4.5%、4.5%、9%加大奖1%，1/10的几率至少十抽会有一张。那现在抽了快20抽了，还没有一半张，这个我觉得不太合理啊。Explosion 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啥？为什么要喊那个？哎、欸，完全刚刚没注意到动画哎、欸！哎、欸、有阿克雅一张，一张阿克雅，好，第二抽，第二张大奖快来！我连抽到大奖我都不知道哎、欸！哦，原来是那个卡片的周围会发光，会有金色的边，就是大奖。好，那这个就没有，就没有。这个和真，我觉得他放在会会队里面的话也是一个必放的队员。欧了，靠北的，抽快20抽才抽到一张，这样也算欧。这个也是小奖。我没看动漫啊，我只看这卡到底好不好用。对我来说，我只在意他的强不强。发光？没有。哎、欸，这次怎么那么难抽啊？我真的是，我通常每次合作抽卡，前十抽一定都会中两张大奖左右。为什么这一次这样子啊？不合理啊！有了有了，会不会是那个慧慧啊？我每次都35抽才中哎、欸，说不定我这一次直接先抽到，干！哎、欸，那这样子我就只差慧慧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又要抽到35了，又要抽到35了。
原来我的运气在后面啊，前面都是在囤运气。可是其实那张光的我没有很想要、欸，也不是很想要啊，就觉得对我来说，我比较想要玩那个阿克雅跟慧慧吧。那个光的不太适合我，有点太魔了。欸，不过大奖真的不好抽欸，感觉保底至少各一。对啦，那这次值得复制人的卡，值得复制人的卡，我自己是觉得会会，其他的话应该不太需要复制人，尤其是光的，光的最不需要复制人。那水的你要玩复制人也是可以，只是娱乐性质比较高啦，实用的话还好。那慧慧的话，我觉得是最适合复制人的。保底，我每次都保底啊，我哪一次不是保底？我自己都觉得会保底。哦，这个维兹也太多了吧，这张也是废废的，没什么用。我们聊天室不要引战哦，不要引战哦。水大奖实战啊，好，等一下我先实战水了，好了。哎、欸，太惨了，太惨了。剩下几抽啊？都快抽到35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剩7次，而且是动画又久。抽了十几分钟了，剩7次的机会，看能不能再给我一张阿克雅好了。我觉得阿克雅还是，比起那个光的还是比较有实战价值的。推荐抽吗？等我玩完吗？我都还没玩。等我玩过再跟你说要不要抽，好不好？不过呢，通常呢，我想要的那张卡就抽不到，就会抽到另外一张我不想要的。剩5次，30抽了，30抽一大奖，两大奖，30抽两大奖。照理来说，十分之一的几率应该30抽要3大奖。iOS 12有升级。大甲台中的地名。新王冠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如果说大家想要拍影片什么的，因为这个合作的音乐有一点版权的问题齁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套其他游戏的其他音乐，不要其他背景音乐，不要用他们的背景音乐，不然会有一个版权的问题。干妈这么难抽是怎样？这3次又是保底，哦，每次都保底，受不了啊！大奖怎么看哦？就看那个，好，现在前面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一个卡片这里会有金边，有出现金边就代表是大奖。这样，哎，那有没有开放升华啊？应该要同步开放升华吧？哇，太惨了，惨到一个不行，35抽，刚好3大奖。
好，最后一抽，干，真是傻眼。有开升华，那升华是干嘛的？好，就有一个金边这样子，就是大奖。好啦，干，保底王就是我。